首先，我们应该给自己一个掌声，哦，热烈的掌声，哦，因为今天大家可以在这里啊参加法会，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机会，哦，啊，大家可能觉得没什么，哦，我已经参加这么多年，哦，真的。学佛真的不是容易一件事情，哦，我们当然更要给我们的常住哈，这里一个热烈的掌声，哦，从禅师是零开始到今天。啊，这么庄严的道场，啊，空间也变得很大，哦，那这就是大家的努力，我们并不是为了什么，我们有一个责任，什么责任呢？传承，哦，当初几位老菩萨那一点点的心念，才有今天。这样的一个成果，因为他们的付出，那下来呢，各位的努力，那么当然我们希望越来越好，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多一个人学佛，多一个善人嘛。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哇，大声一点嘛！哦，我们来这里其实就是来，除了我们看，我们讲今天应该是我们讲企业的法会哈，我们宜兰的法会，我们当然是来这里做什么？我们清楚吗？清楚吧？应该清楚了哈，因为我们来这里。超前祖先嘛，回向功德嘛，什么先人啊等等，哦，可能大部分都是态度很单纯的，我是来为我家人啊，我的亲人啊，做一些功德，希望我生前我可以给他食物吃，现在不在了，我应该要怎么尽孝？哦，原来来这里参加法会，也可以回向给他哦。那当然，有一些人会问我。我失业才参加罢了呢，现在又要参加，哦，我说是啊，以前没有学佛，好像觉得不知道这个道理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，为什么要参加？哦，也有人说我们以前做过了吗？以前做过了，哦，我跟人讲做功德做个量吗？哦。为什么还要做？我请问你们，你们吃了一餐就饱了吗？就不用吃了？还是吃三餐呢？三餐吃完了 ，OK 了，这不用再吃了，是这样子吗？哎，我们怎么做功德？哦，给我们的先人、我们亲人就那么计较呢？啊？哎，吃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了，一餐就接一餐哦，哦。我们午餐不够，还要六餐哦，过午还不够哦，所以我们是用事实来看的哦。其实我们对这个看不到的东西，哦，无形的东西，我们可能看不到嘛。有啊，无呢？到底有啊，还是没有呢？嗯，各位，有还是没有？没有声音就是没有咯。哦，有，一定有的，怎么会没有？哦，没有，我们出现在这里做什么？啊，我还留在这里做什么？嗯，过去呀，没有学佛，真的很肤浅，很自大，看的不深。不过最近啊，这上个礼拜啊，这几天。我在槟城
在接待南华大学他的华乐团，我们的华乐团来北部槟城来一个交流，用华乐艺术的交流。然后我就有这个因缘去接待他们。过去啊，我只会介绍啊，南华大学鼓送你们的孩子来啊，吼，我知道我们的督导林志和那是一个然后的孩子女儿，一个在南华，一个在佛光，然后鼓励他们要把送孩子去。我也是招生的，招生组的窗口，知道吗？哦，我除了念经，我还要招生呢，哦，帮南华招，没有空没线的啦，哦，哦，但是呢。这次来到南一个北部呢，他们是华乐团。过去我不知道南华里面有什么什么，知道我有一些戏，但是我不清楚啊。这一次，但是华乐团是跟槟城一个华乐老师邀请他来做一个华乐比赛，他们也来参加，也来评分啊，因为里面有好几个是教授啊。然后我们就到了第二天，他又到了怡保。一天半了，那么看到时间很短，但是最后想，既然那位老远来，又不用我出机票，以前呢，我们在梦寐希望他们过来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要帮忙招生，我也希望可以介绍一些青年进我们的大学哦。当然，这个当然有一些我们应该要做的嘛哦。不过这次他们来。不知道怎么连跟他借亏，因为不了解这一次来的他的性质，只知道哦华业不清楚，我也没有因这方面的天分哦，所以好了没有关系，不懂就写啦，不懂就跟啦哦，跟紧一点嘛哦，大概也可以挂到一点哦，是挂到一点点嘛哦，然后哎真的有效啊，所以他来了怡保。然后他要去国游那里，国游大学哦，各位知道吗？北中那大学哦，我都还没有经过，在我附近罢了，我半个小时这边到。然后我们知道，我去接待他的时候，一个校长、副校长呢，跟国际组的组长出来，他在车上跟我分享：“哎，师父，我跟你讲啊，他们在安排我来这一趟。”我说：“你们怎么会到这个国游大学呢？”因为我们的印象，国游就是马来人比较多嘛，为什么？你们听说什么？哦，他说里面也有华业啊。哦，华业，他说他看到我们很开心啊。我说好像不是我想象，他们当初跟我讲了讲什么？说啊，我又很骄傲的呢。哦，他这样讲，我当然可以体会。我说，当然他要骄傲，因为他是在马来西亚大学里面最富裕的啊，财力雄厚的啊。就当然 XC 啦，哦，但是他说他们就不知道跟他进去会怎么样的一个沟通交流，结果其实他们很开心，因为他看到了华乐团，哈，里面还有国术的，哇，看到哈，你们还有国术，哎，我们也有国华这个，我们这个我们讲这个武术的，而且我们也有，后来学生毕业了，啊，老师。也离开了，就没有办法继续。他听到南华有这一块，他很开心。他说：“嘿，我们可以再深度一点交流。哦”啊，谈到很欢喜，马上就要签约，签约就不一样了，知道？签约就像姐妹似的啊，兄弟似的，自愿就交流。他说：“我们明年安排事业，一定要到南华去。”参观，你看，哦，我就去那边了，也去那边看看，参学参学。我说，嗯，这一次他们用华乐来出来结缘，但是这样一走下来，第二天我送他们，因为难得他们来，我们也想说安排到学校去。还好平时我们有烧香啊，平时有结缘。哦，我们怎么戒烟呢？佛诞节我们就有出了佛诞饼，我们去送学校。腊八粥的时候，我们就送腊八粥给他们吃。哦，所以呢，这样呢，
有事的时候我们求他们，他们很开心，再怎么难呢，他都挤出时间给我。好了，刚好有一个中学，他们也要办华业比赛，算是我很忙的那样，不过听到我们要来，好啦，我是安排怎么样的事。当我跟他见面的时候，本来要去宜用那个超市，结果就他说不用去那边了，你在学校找我，我在的学校等你们，8:30到9:00。那我们到我，哎，看到吗，师父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一波三折啊，好事多磨啊！啊，我们明明要在我，在我们那边，啊，我住我的道场附近有个医院，啊，在那边举办的，结果又改到另外一个地方，改了不要紧，他说就华业啊，搬过去又搬过来，到了那里呢，前天晚上不知道谁去捣蛋，丢一个烟雾弹，他说今天要表演，结果全部被政府 stop。你看，准备那么多的时间，邀请那么多的单位来参赛，结果，我们就这样跟他交流，哦，然后就在怡保啊，也就在这么短的时间，我们也去了2间学校，哇，去了第二间，很开心，每个都很开心，听到华业，啊，有些那个校长都是台湾毕业的，长以来，哇。很 much pleasure， 哇！一讲到华严，时间都忘记了哦。然后下来，我们又去了华太平华联啊，校长不在，也是交代下去给他们。我们在坐下来聊交流的时候，发现哇，很好谈哦。然后就这个怡保这一趟结束后呢，哇，我发现哎，平时要结缘了，你看。那个时候不一样，他你要的时候他们都会出现来帮助你哦，都会出现。所以呢我在想，佛教讲三世因果，因果常常在想因果到底有吗？不是现在不是有了吗？当你家里有事情，不是有人往生，不是佛，我们师父不是来跟你诵经吗？佛友不是来跟你诵解缘吗？啊，如果你没有种下这个因，有人来跟你诵经吗？啊，一定没有吧。所以我常常说，我到外面去诵经的时候，我说如果啊没有结缘了，是我就没有站在这里了。哦，我们也请不，你请我，我也不会来了。那如果不是跟我们有互动啊，所以可见我们学佛。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希望啊，哦，可以改变啊，哦，明白因果很重要，它让你得到什么真福真慧。哎，现在我们来检讨一下，一年过一年，今年八月了，很快又一年了，请问你在学佛的道路上是加多少了？没有加就是减哦。哦，我们是要加的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如果没有加，那就是在减的呢，还是停在那边？哎，我不懂了，你们回去算一算了，好，哦，来计算哈，哦。不管怎么样。我们在这里了，哦，有今天这样的因缘，学佛一定要把握。汉传佛教啊，我看来看去，汉传佛教有人看到都是好像被动啊，哦。你看别人哇，精进在家里怎么样怎么样，但是呢。人就是有多性嘛，在家怎么样，这本经书摆在那边看两看就打瞌睡了，在这里可以打瞌睡吗？不敢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大众的力量是不是很重要啊？很重要哦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跟对人，要选对地方，知道吗？道场很重要的，我们在学道环境非常重要，环境
会影响你的。我们不是儒家讲吗？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吗？孟母三迁，这是为什么要这样？就是这个原理啊。更重要，我们不是这样而已，我们更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传承。各位，你们在这里不要有没有这样拜一下，这样帮忙一下，没什么，因为你的帮忙，所以佛法还在这里，因为你在这里出现，所以佛教还在，还可以看到，还可以听闻到佛法，知道吗？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，华人子弟下课后，孩子去哪里？补习，补习，补习。马来人的小孩子下课去哪里？什么样？什么样？什么样？上国拉岸。你看，哇！我现在想起来，那很可怕呀。怎么可怕？我们讲，哎呀，等他自己选择了，等他长大了，等他长大都不知道去哪里了啊！你还想叫他回来？拜托了，你想一想，我们有机会学佛，我们是几岁才接到佛法？我们接到佛法的，我们旁边那个左边、右边、前面、后面那个有没有跟着来啊？不容易啊，是吧？是不是？所以你是想，我那个小的，我们不早早给他进来啊？一天在我们这里78000只有足啊，你就不见了啊，知道吗？有没有可能？我身边就有了，跟着别人去了。我师父又怎么样？因为他有他的世界啊，他又没有学佛啊，因为小的时候没有给他这个因缘啊。哦，但是这个也没有关系。我们最重要现在，我们不管这些事情，我们最重要没有什么坏跟错，对跟错，只是我们有因缘，我们就要给他们。我们学佛了吗？不过他们呢，长大了不要管他了，长大了祝福他，哎，不学坏就好了哦。小的我们就来努力，给他们一点，带领导他们，引导他们哦。这样我才有佛法才能传承哦。佛教啊，是人要的。哦，佛说人要的，哦，那么有什么好处啊？进化的、善美的嘛，哦，那我们在努力就是要得到这个。我们心善啊，我们心清净啊，多一分呢、啊，我们的环境就不一样。我们常常讲磁场，磁场不是买那个石头放家那边有磁场，是你心静了、啊、就有磁场，有那个力量啊，哦。OK， 你有那个善念，他有那个善念，我们加起来多少力量啊？哦，所以我们在这里有任务，继续要传承。哦，我们一起努力好吗？嗯，明天还最后一篇，祝福大家加油。